点红梅花饼是选用邓面、白糖、莲蓉、猪油、车厘子等为原料制作而成的一道点心。它的具体做法是将邓面加入猪油、白糖，用开水烫熟。再将烫熟后的邓面切粒儿制成面筋儿，并制成皮儿。再将制好的皮儿中包入莲蓉馅心。并嵌成梅花形状。到此，梅花饼的生坯就做好了。然后把制好的生坯放入笼屉，上锅蒸熟。蒸熟后取出放入盘中，并且放上一粒车厘子。到此，这道点心就完成了。它外形美观，甜香爽口，是夏令时节的佳点。